难受的地方。对，好球，所以说比朱时赫要更油一点，他的球连续顶着对方连续的大板，对，这样他就要为自己找出路，就加强了这样的进攻。好球，这怎么打都打不死他。好球，掉短球。球很重要，因为他拉弧圈的嘛。哎呀，反而不适应。中间大脚再拉中间，好球，好的，中间再中间还是中间，够不到的地方是这样。漂亮，战术各种不断的变化。好球，赢这局，现在孔令辉是4-1领先。对，在这种情况作用漂亮，好的，好的，有机会，斜线，好的，反的，突然打到反手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防守都不是很主动了。好了，这个球太精彩了。孔令辉还是准备的这个板数很充分。对，他还是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朱时赫。哎呀，不利。漂亮，好球，漂亮，冲，好球，这朱时赫有点攻不死他。哎呀，这个球又没逼死。掉了，太高。这样就是个前面第一第二局的这个战术，漂
上确实进。很高的一种欣赏。对，旋转墙，中间，可以说是这几天比赛也在打的最为精彩漂亮的一场比赛。对，最精彩。